对，你咱没事就发个给老板看看，发带皮，发出来了。但是我延时进去，吹了一两秒，我都不知道哪里的磁铁脱，它不能进。后来，但是，我有可能有哪里加了这么多磁铁，延时推进，自己都搞不定。它会退回来，一拿起来退回来的。现在这是成品了啊，这成品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我这个程序给它改了，即使到第十六排来放就可以，十六排还没放好，它就不进带，它一定要等到它十六瓶，原来是五瓶，现在改成十六瓶都没关系。又来了，这么多瓶子要摆起来，够够的。没关系，我这个又不是做给客户看，我是自己看，你那个是做多一点看。找你，这曹老师最缺的。